九龙塘慧苑实用见识。九龙塘老牌豪宅慧苑，外观出身，唔止45年楼龄，实用见识有吸引力。物业楼高12层，一梯两房。介绍单位系物业唯一放盘，单位属于面积大啲嘅 A 室，客饭厅呈曲尺型，楼底高约9尺5寸，宽敞舒适。厨房改用开放式，外面是对流窗的饭厅，有阳光透入，分外光猛。客厅阔落，电视同梳化距离远，外接大露台，露台色深设计，好似小花园咁，采用方便睇风景的玻璃栏壳。客厅向南，景观开扬，可惜有少少车声啊。屋主咧真系好等半噶，全屋装修用咗250万。嗱，呢间玩具房特别用咗玻璃墙身，感觉零舍光猛噶。全屋有4间房。绝对可以腾出一间房做仔仔的玩具房，套房巨型，除了摆双人床，还可以在窗边度身设计双人工作间。套房间嘅有弹性，有大马衣柜凹位，侧边亦有对流窗。套厕洁具用料高级，有特长洗手盆，够两公婆一齐用。单位实用率83%，呢个窗户向北，面积细啲嘅房，地方一样松动。另一间在套房隔离的睡房，间隔四正，特点是呢同套房一样有对流窗。走廊位置有高身色柜展示小朋友的作品，令走廊没那么单调。原来色柜可以打开，里面是一个小型储物房，摆大件杂物。屋主好讲究，客厕设计和套厕各有风格，更加有蒸汽浴室。厨房改成开放式，活动空间更加多，还可以摆放小朋友的餐台仔添。